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成，今天要介绍莎拉的记忆。先到异世界一楼找雷文，再点次元移动机创造副本。副本开启后，进入莎拉的记忆。与少女对话，原则到底。与莎拉对话，原则到底。对话结束后，给自己加加，预备打怪。要将所有的怪物击杀，才可以进入下一关。料理有加三到加七，自己斟酌减。这边我习惯转个视角，以免漏怪。这个副本呢，就是飞扬绕一圈，不怕迷路。料理我自己是全减啦。练小只的时候可以加减吃。当怪物击杀完之后，会有广播跟加号指引方向。还好有加号指引方向，不然说几点钟方向真的是让我很困扰。这里居然打到卡片啦，可惜没有用。与莎拉对话，击败怪物与长老。最后与长老对话，取得经验。如果吃素的话，经验会加倍哦。最后去找莎拉，副本就结束了。与莎拉对话 ，Enter 到底。记得要出副本与雷文对话回报哦。最后别忘记帮我点赞跟订阅哦。